年了。不是训练吗？来这儿干嘛？看那边。流水一逝，而磐石不动。你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心境，练功便可以事半功倍。手机给我。你要手机干嘛？训练时间不许玩手机。我烦人，那给你吧。为了增加你的训练激情，我要改一下你的手机铃声。解开。我不。解开。不。哎呀，烦人！刻苦训练，魏楚，删了跑十圈。魏楚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有罚就有赏，能？你的训练表，一共有六项体能训练，你完成所有的训练，就可以算你偿还了一半。真的？好，成交。明天凌晨五点。几点？迟到一分钟，罚十圈。命中注定的相遇，出场时让我想起小说里的比武招亲。丹田需要深呼吸，保持强大的定力，暧昧是基本课题。我刻苦训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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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刻苦训练。魏扒皮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？大嫂，你在跟谁说呢？早上五点，我们约定的时间。怎么没啊？你去哪儿啊？你先说吧。迟到十五分钟。魏阿皮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可是在你爷面前正儿八经收你为徒的，你要学着尊师重道，而我必须对你负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时间宝贵，训练开始。今天是第一天训练，强度不能太大，就按照2个小时30公里。你说啥？